如果英杰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，你该怎么罚就怎么罚，你不必在乎我的感受的，也不用跟我说的。要是公事我就不来找你了。你的宝贝儿子告诉我，他的私事我管不着，这不我来找你了。私事？什么私事啊？他谈恋爱了。他谈恋爱了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哎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，怎么没跟我说呀？那是他没敢告诉你。你知道他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那我听你这话，是不是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吧？何止是有问题呀、啊，他找的这个女的叫舒晴，是 DL 传播的合伙人。这个公司我听英杰跟我提起过，是不是你们的死对头啊？对呀，你说他找谁不好，他非要找个对手公司的，两家公司的客户那基本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，你说我们公司的这些客户他们怎么去看英杰，还怎么相信英杰？我听出来了，是不是英杰他谈的这个恋爱有点损害公司的利益？我呀，还是非常相信英杰的，关键是客户不相信他。我就跟您直说了吧，前一段时间英杰就因为那个女的把客户的发布会的时间都改了，我怕有一就有二。您还是好好的去劝劝英杰，不然我真的很难做啊。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英杰在工作上犯了很大的错，我呢在这儿替他向你道歉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谈恋爱吧，还是让孩子自己做主吧，我们家老沈也是这么想的。欣姐，我知道你们家是最民主最开明的，但是我让您去劝劝英杰，也不光是这些事情，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舒晴这个女人有点复杂。复杂？怎么个复杂法？她有一个2岁多的儿子，到现在她都没有跟英杰说过孩子的爸爸是谁。啊，当然啊，您要觉得这不是事儿，那就是我多事了啊，我全当我没来过。啊，我是真的觉得以英杰的条件，你说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啊，找了一个拖油瓶的也就算了，偏偏这舒晴的过去还不清不楚，我是真的替英杰觉得不值。你说万一两个人好着，这孩子的爸爸突然回来了，你说这得多乱呢。到了，我们就住这儿。走，我给你安排房间。这次我们来的人可不少，这一层基本都住满了。都住这儿？对呀、啊。哎，优先住207。庆儿。青儿，哎，三爷，我教你怎么搭理我呀？有事吗？青儿，就是拿鸡蛋砸唐正那个。哦，你可是大名鼎鼎的，我特别佩服你。你好。我叫安东。他就这样，平时不爱搭理人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廖哥，你坐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好。廖哥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手无人跳楼！干什么？
给我下来！六哥，你别管我了，别管我了。刚才我老婆又来电话了，说那些讨债的已经在我家门口堵了足足两天了，说今天这钱要是还不上，他们就要搬东西了。我真的没有脸再去见他们了，还不如死了。听我说，钱不是问题，大不了大伙一起帮你凑，你下来再说。没用的，六哥，你们又能帮我还多少啊？为了这次购物节，我进了足足30万的货，钱都是我借的，还有12万的高利贷，店被封了，货全压在手上，这钱我肯定还不上了，还不如死了干脆。别过来！别动！别过来！跳！别过来！赶紧跳！你别动！别上来了！别上来了！要跳就赶紧跳，别在这磨磨唧唧的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还像个男人？负点责任行不行？还借高利贷？你跳下去死了倒解脱了，想过你老婆孩子吗？你以为那帮人会放过他们？这笔钱将来还是他们孤儿寡女去还，他们会生不如死的。我也不想死，可是我真的没脸再去见他们了。你别过来！看看大家，哪个人活得比你轻松啊？都去跳楼吗？跳楼解决问题吗？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快过来！放开我！快过来，你快腿！放开我！哎呀！啊！没事了。廖哥现在正在想办法和林丹网谈判，林丹网一定会解封你的店铺的，你的货一定会卖出去。嗯，相信我。地下工作者似的，可不是吗？我查清楚了，3天以后，这些人到铃铛网楼下静坐示威。我还弄清楚，这些人里大多数人，他们并不是因为那些保证金，而是因为购物节，他们进了很多的货，铃铛网封了他们的店，他们的货卖不出去，损失会非常的大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只有唐正让步，让唐正暂时解封他们的店，不然谁也拦不住这些商户。明天你去找一下唐正，你就说是我说的，购物节和打击刷单让他二选一。嗯，知道了。我还想弄清楚一个事情，有些商户说，其实一开始，铃铛网是鼓励刷单的。路易斯安东，你们俩去查一下，铃铛网刷单的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当时铃铛网的态度是什么样的？明白。我要的东西带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这样。你打扮的这么花哨，你的掩护身份是卖什么的呀？你猜啊。你们俩笑什么？安东，解释一下。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和我同名同姓的安东先生，铃铛网店铺名，桃花家的小蛮腰，主营。情趣内衣，真的假的呀？江总，我不像吗？好了，问题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行动和时间，你还回去干什么呀？多危险啊！他们很多人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今天早上还有人要跳楼呢。我必须得留在那里，别再出个3长2短，我们更麻烦。各位听好了，这段时间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，谁也不许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即便你们都很想我。
等着我来联系你们。对了，魏总，这是你住那个招待所的平面图，你留一份，万一需要跑路的时候用得上。我是谁呀？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这些？地形我早都摸透了。那你这样好不好？每隔几个小时就给我们发个信息，报个平安，总行吧？我不是去度假的，我没有那么闲。我就走了。明天你见完唐正等我电话，我们俩再碰个头。你住哪个房间啊？207，怎么了？老大，后面还有个行李箱。我知道，我自己去拿就行。走了啊。注意安全啊，小蛮腰。讨厌。还没睡呢，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我去我之前住的招待所拿行李了。你不是说在南站附近住吗？南站离这儿多远？来回也就20分钟，你这一去就2小时。我拿了行李出来，肚子饿了，我就在路边吃了碗面。吃碗面要2小时？再拖了，您想啊，2天之后很可能有上千人在门口示威，所有的头版头条都是铃铛网恶意关店，没有人在意购物节有多成功，没有人在意你有多少销售额，这难道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控制媒体还有舆论，不是你们的事儿。您这么说可不对，媒体我们怎么控制啊？我们最多做到正确的引导，可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。拍张照片，发一段视频在网上，谁能控制住啊？大家都是看图说话，没有人在意事实的真相。唐总，魏哲的话，请您慎重考虑一下。打击刷单和保购物节只能2选1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这是危言耸听。我们这次目标是多少？500亿，500亿对我们铃铛网来讲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，我不希望这个数字里头掺杂任何虚假的成分，所以说我一定要在购物节之前坚决遏制刷单这种行为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。那这么说矛盾无法调和了。这样，我退让。只要那些商家愿意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铃铛网的规定，我可以破例让他们注册一家新店，他们不就可以赶上我们购物节的活动了？注册新店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客户资源全都没了，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同意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这位女士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已经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。第一次在我公司楼下的便利店，第二次吃饭的餐厅，再加上这次。我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，所以我想问你，跟着我到底要干嘛？我以为我自己隐藏得挺好的，没想到被你发现了。你好，我叫孙冰心。
你好。嗯，请坐吧。我们以前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。但是呢，我的儿子他认识你，他叫沈英杰。廖哥，我想再问一句，咱们把阵势搞这么大，真的不犯法吗？这要是犯法，太不值当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句您不爱听的，咱们刷单本来就不对，人家铃铛网要是拿着合同跟咱们说事儿，那才是有理有据啊。他有理个屁，刷单的又不止我们，凭什么只拿我们这些小商户开刀啊？那些五 A 级大商户他怎么一个都不敢碰啊？五 A 级大商户也刷单？当然了，我之前用过的一个刷单公司，他有一个大客户，就是铃铛网的五 A 级商户，叫春晓家纺，多大的品牌啊！春晓家纺也刷单？没错啊，咱们这些小商户啊，就是替罪羊，他用你的时候给你口饭吃，他不用你的时候一脚把你踢开。对不起，我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你，是不是让你很难接受吧？其实我呢，就想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多了解一下你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我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您去了解的吧？我并不这么想，我呢也从传媒界的朋友那儿打听了一下你，他们都说你是一个有责任心、能干、通情达理的女孩子。我想我们家英杰的眼光应该不会有错的。您过奖了。那今天我来看你的事儿，英杰不知道，希望你也理解一下一个当妈妈的心情吧。不过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要干涉你们俩，我们家是很开明的。英杰呢，从小的事情都有他自己做主的，我跟他爸爸尊重他的意见。看得出来，他被你们教育得很好。谢谢你。我听说，你从小父母就过世了，那一个人长大是不是很辛苦啊？还好，习惯了。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。要不然，怎么会一个人带孩子呢？您有什么想说的，不如直说。好，我呢就想问一下，你跟你孩子父亲的事情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，只要我们家英杰能够接受你，我跟他爸爸是不会反对的，因为毕竟以后是你们俩过日子，是吧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？情感上我可以接受，但是理智上告诉我必须要问清楚。你看以后我们很可能会成为一家人，我觉得一家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，一家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的。我呢是过来人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秘密的话，是很难过一辈子的。隐藏秘密的那个人会很辛苦，另一半也会很辛苦的。难道你就想带着这个秘密跟英杰过一辈子吗？或许您说的都对，但这些话现在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，因为我和沈英杰目前还不是男女朋友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俩不是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吗？在一起的意思有很多种，我和他现在还不是可以见家长的那种，所以很抱歉，您的问题我不想回答，我也没有义务回答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刘哥，你刚才说以前铃铛网是鼓励刷单的。对啊，刚开始的时候都刷呀。那这么多人刷单，铃铛网不管？他们还得感谢我们呢。我们刷单提高的是网站的日活用户数据，他们再拿这些数据出去吹牛，什么铃铛网销量过千万了，用户过百万了，而且当时的新闻可多了，可是我们心里清楚，它根本就没那么多销量，
那都是我们刷单刷出来的。而且我还告诉你，他们不但不管，还暗地里鼓励我们刷单。怎么鼓励啊？我记得当时他们出台了一个销量奖励政策，只要你月销量达到5000单以上的，就奖励你10000。你销量越多，奖励的越多。而且他们只看交易记录，根本就不看你实际交易。我们家有个账本，记得都是那些年我在铃铛网拿到的奖励。这前前后后大概也有6-7万吧。唐正一句话，把球又踢回给我们了。现在迫在眉睫的是，我们怎么能劝那些商户让他们同意重新开店？现在这些商户手里每个人囤了10000甚至10-10万的货，所以眼下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货卖出去。我再去找梁明涛聊一聊，做做他的工作，把利害讲清楚。梁明涛为人正直豪爽，在商户中威信很高，如果他能够带头，我觉得这些商户们接受铃铛网的条件还是有可能的。那你得抓紧时间了。让你们查的东西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这份是铃铛网最开始和商户签订的合同范本，里面有几条内容和刷单有关，我已经帮你勾选出来了。我查了有关铃铛网商户刷单的所有新闻和帖子，早在8年前，也就是说铃铛网刚刚创立不久的时候，就有人发过帖子质疑过商户刷单的问题。当时铃铛网还出来辟谣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相关的帖子都在这儿。所以，他们说的很可能是真的。铃铛网刷单这件事情没我们想的这么简单。我想跟唐正再聊一次。亲爱的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下午上完课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，就去你经常说那个米其林二星餐厅，好不好？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不是啊，我就想起你经常说我想去那吃一顿烛光晚餐。我随便说说的，那里那么贵，而且又不好定位子。要不我们晚上去吃小龙虾吧？你不是特别喜欢吃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用牵制我。你开心最重要。那要不改天再说吧，我上课要迟到了，先走了啊。拜拜，亲爱的。这个是铃铛网创立初期和商户签订的合同范本，里面有这么一条，我读给你听一听。铃铛网商户严禁采用刷单、以次充好、恶意降价等手段破坏市场正常运营。如店铺日销量超过2000单，则被视为有刷单嫌疑。如两笔订单之间差距小于30秒，也视为有刷单嫌疑。以小商户的销量，每天能达到2000单，那绝对是天文数字啊。这个条款有问题吗？我认为这个条款与其说是界定刷单标准，不如说是变相的在告诉小商户们每天能刷多少单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调查过，所有的商户也能证明，在铃铛网创立初期是鼓励刷单的。铃铛网在创立初期，为了提升流量、抢占市场份额，的确是默许甚至是鼓励商户刷单。为这，只有数据上去了，数据做漂亮了，才有可能拿到后续融资，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头生存下来，你懂吗？所以说，你承认了，这些小商户们的刷单行为，其实是你们培养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
但不代表我认为这个刷单的行为就是正确的。我们已经过了野蛮生长的时期了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们现在是正规军，不是杂牌军，所以刷单的行为必须制止。我希望所有的商户可以和铃铛网一起，我们蜕变成长。当然了，如果他们拒绝改变，那对不起，我不会收人。那既然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打击刷单，为什么只打击这些小商户呢？为什么不打击那些也有刷单行为的五 A 级大商户呢？是不是因为这些五 A 级大商户才是你500亿目标的主要实现者，而这些小商户的业绩有限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无足轻重？这叫什么？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在房间里吗？他没在啊。哎，那可能出去忙去了。这人您了解吗？就是昨天在铃铛网楼下碰见的，也是被铃铛网坑了的商户。那他的底细你查过吗？查过呀，他在网站所有的信息和身份证都看过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倒没什么。你呀，别老疑神疑鬼的啊。人家昨天一来就救了小吴一命，天下商户是一家。我这是突然见来个生人，不习惯，你忙吧。是的，我现在不能动那些五 A 级商户，他们承担了铃铛网将近70%的销售额。就拿这次购物节来说，从预售到现在，他们已经完成了将近80%的业绩。这就是你说的干净的500亿记录。做生意吧，哪儿那么干净？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。魏哲，这些五 A 级商户虽然是有刷单的行为，但是现在已经改进很多了。相反是那些小商户，他们变本加厉，屡教不改，我必须拿他们开刀。然后是那些中大型商户乃至五 A 级商户，我最后的目标就是做到整个市场公平规范。打击刷单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愿，它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，现在网络监管越来越严了，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，要不然会出乱子的。唐总，做公关和当律师有一点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最害怕当事人隐瞒真相。你不相信我？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关于铃铛网的一切是你亲口告诉我的，而不是我在别的地方道听途说。No problem. OK. 如果我能够说服这些商户们接受你的条件重新开店，我希望你在购物节的活动中能为他们做免费的推广，因为他们真的太可怜了。
怎么了，哥们儿？给家里人打电话呢？还是跟女朋友吵架了？不会也是追债的吧？我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我就随便问问，也许我能帮得上忙呢。你遇到什么问题了？这儿的每个人都一脑门打官司，烦得要死，就你看起来跟没事人一样。你的点真佩服。当然啊，不然我来这儿干嘛？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着急啊？着急有用吗？而且廖哥不是把咱们都组织起来了吗？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，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乐观。你下午干嘛去了？啊？我问你下午干嘛去了？我没干嘛，条幅不是不够了吗？我出去想找个地方加印。你知道，就咱们要印的这些内容啊，人家都不接咱们的活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跟廖哥说一声。请同学们最后再跟我一起读一遍：我爱中国。我爱中国。非常好。那今天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课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Bye. Bye. See you next time. 最近好吗？好久没见你直播了。没心情。是感情问题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我当面给你答疑解惑。是个很好的倾诉对象，我保证。好，时间地点我定。OK。嗨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要是不喜欢西餐，我们可以吃日料。我知道一家非常棒的日料店，我已经定位置了，我们要去试试。林肯，你不用这样的，你不是一向都不喜欢去那种地方吗？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了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林肯，我今天还约了江达林呢。哦，是吗？可以叫他一起啊，还可以叫上我哥。啊，不用，我跟江达林晚上还有别的事情，今天就算了吧，咱们改天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哎，来，这个送你。我现在不方便拿，你帮我带回家吧。花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叶大哥好。来了。啊。廖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从招待所一出来，我就跟着你们。你去银行干什么？小吴不是急等着用钱吗？我手头还有点，
我们这次目标是多少？我们这次目标是多少？这是人力大多数人，他们并不是因为大山虎。有些话我一直想和你说过，但是交代所人多嘴杂不太方便。咱们去湖边聊会儿。好啊。 欢迎光临，你好，马小姐订了位。稍等，您这边请。这是您的位置，谢谢。看什么呢？薛总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约了朋友吃饭。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，看得这么认真。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。你看，那个男的一直在喝酒，一口东西都没有吃。女的呢，就笑得很殷勤，而且你看看她的包，绝对是 A 货，这明显就是女的要傍这个男的。但这个男的似乎不太买账，一直在玩手机。我估计，接下来可能就要找借口走了。佩服。你挺会分析人啊，要不然你也分析分析我，看看我今天约的是什么人啊？你没穿正装，说明不是工作上的朋友。Chanel Blue， 这么浪漫的香水，看来约的是个女人啊。这一身打扮，价值不菲。刨除你本身就很有钱的因素，也是精心搭配过的，说明这个女人在你这里有点分量，让你很重视。基本演绎法，厉害。谢谢，我是推理小说迷。我也是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嗯，不用了，我也约了人的。那好，下次。我想，我朋友要是听到你刚才那些话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兄弟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廖哥，咱们是不是一定要去静坐示威啊？当然。怎么了？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不妥。犯不犯法，咱们先搁在一边不说。就算我们去静坐示威，那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情。等时间冒出嫩芽的声音，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。跳云的呼吸小心翼翼，
谁的心事揉成秘密，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，城市中那一些繁文如里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，渺小却华丽，生无力表情。风声